痴痴地想了多少夜，我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坚持理想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深锁，错了又错，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从不曾忘掉。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醉过的心哪里去找？对着满满空虚回忆怎么逃？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坚持理想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深锁，错了又错。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从不曾忘掉。守住你的承诺太傻，怪自己被爱迷惑。醉过的心哪里去找？对着满满空虚回忆怎么逃？我是黄龄呀，你不是黄龄，黄龄是他。你好，你好，我是林海。还在乱。我讲，我真厉害。哎，美琪、阿树、林海、黄龄、东东，紧张了吧？紧张了吧？紧张了吧？紧张。虎虎。来，我们再一起用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巫启贤。所以今天跟启贤哥见到真的非常开心，是因为其实前一阶段呢，启贤哥刚刚完成了2017年亚洲巡演的北京站《爱的太傻》，一票难求。
看到的这个就是演唱会的时候的照片啊，非常非常的棒。哎呀，这么帅，我的哎呀，好漂亮啊！哎呀，哎呀，帅帅帅！哎呀，很有感觉。哇，哎呀，哇，超人的霸气啊！真的，哎呀，哎呀。这是我女儿，这好像也是第一次女儿作为你的演唱会的嘉宾。对，北京演唱会，是她第一次正式的上台跟我合唱。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你怎么对着我一个白发的？是啊。男人很纠结吗？很纠结，唱当你老了，走不动了，你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你可以借你的演唱会，你可以要求他改歌。哎，当你老了，越来越帅了。哎，当你老了，越来越帅了。以后可以这样改，可以这样，这样好。我们内地的朋友呢，在电视上呢比较多的，比如说看到吴启贤大哥是唱歌，还有做评审啊，这个比较多。可是你们不知道，吴启贤大哥身上的这个综艺细胞啊，真的不是盖的，超级厉害啊！我们找到了一段当年你出道在台湾的时候的有一段上节目的视频。真的是哪一段呢？哎，看一下，让我们来看一下。我想要现场你来一下，现场来一下，对。我曾经跟张宇说过，只要有我的一天，你都可以常常休息。真的，所以今天我为了要再度证明这句话，唱一首他的《雨一直下》。哇，挑战经典了，这是两个人合唱。还两个人，吴启贤加张宇。哦，真的，怎么那么转换的？我练了一下，练了一下。太了，真的以假乱真呢。谁的身上有电话？啊什么？我要打个电话给张宇，哎，告诉他我练成了，他又可以休息久一点了啊。好，刚刚我们看到真的是一个非常特色的表演。有人跟我讲，唱歌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用音乐在讲话。哎，对，在讲话的时候实际上是有逻辑重音的。哎，对，所以你唱歌的时候也应该会有逻辑重音。会。那我们来玩一个重音节拍王吧。重音节拍王，我们来分两个队来比拼一下。好，分组，好，分组比拼一下。启贤大哥先挑人好了，好看的先归过来。黄龄，对不对？来，白色，美琪，对对，可爱的，对不对？那其他的废物就过，哎，不是，其他的人就过去吧啊！不小心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来，准备一下，进入我们的重音节拍王。重音节拍王游戏规则，场上嘉宾分为两队，每队三人，三人依次读出所选句子，所选句子从第一个字开始读重音，第一次第一个字读重音，第二次第二个字读重音，依次类推，三人全部说对即可过关，任何一人出错都要从头再来，并接受干冰惩罚。我直接把题摊在面前，每个队挑一个就好了，好不好？好。OK。一个叫做事后诸葛亮，事后诸葛亮是好，这是还有一个叫做女大十八变，你们自己挑，你觉得你一定可以比较顺利的，还要考虑到你的队友哦，不要自己说的好就 OK 哦。当然是女大十八变了，对，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越变越好看，你们就是事后诸葛亮了，事后诸葛亮，对，三个臭皮匠。是启贤大哥他们先来还是你们先来？我们先来，你们先吧。对，因为这一段相信你们会录三个小时，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好 ，OK， 那我们就很简单了啊，三位来，请坐准备。好，我们三个先清楚啊，谁第一棒，谁第二棒，谁第三棒。好，事后诸葛亮 ，OK， 来，预备，开始。事后诸葛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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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诸葛亮。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错了，他来的好突然，错了错了错了，没错呀，错了，对的，错了错了，我没错啊，错了。你那个时候诸葛亮那个葛字已经出去了，上去了，已经是重音了，已经错了，已经错了。来来来，继续，请继续。好了，预备，走。时候诸葛亮，时候诸葛亮，时候诸葛亮，时候诸葛，时候诸葛，飞了。时候诸葛亮，时候诸葛亮，时候诸葛亮，时候诸葛亮。哎，好。时候诸葛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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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诸葛亮。这个必须要跟自己队友一起，要相信连庄这件事情哈。来来来，预备开始。时候诸葛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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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诸葛亮。对了，时候诸葛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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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漂亮。时候诸葛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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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诸葛亮。哎，好像杀鸡呀！两分三十秒，哇，还不错啊！有那么难吗？有那么难吗？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多珍贵，他们浪费这么久的时间。我们来看看他们好不好？我们三秒，我们三十秒，三秒，我们三十秒。来，你说，三秒，三秒，多少？多少？一个人。哎，但是我敢跟你们讲一句。刚才他们都全情投入在你们这一边，女大十八变我没看他们练过，完全没有练过。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快点上！而且他们组还爱美琪，美琪你要不要第一个？美琪你要不要第一个？我不要。美琪，美琪，美琪第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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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琪我们求你，你第一个。我不要，我不要欺负人家嘛。你要最后一个，我跟你讲，最后一个，来你，我讲，你第三个没问题的，我们相信他，我好紧张呀，我们相信他 ，OK， 但是你听着啊，如果我们两个都过了，你不过，我们再来一次的话，你就别想在娱乐圈混，别想在娱乐圈混，那我都不参加了吗？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好不好？好不好？好，黄玲，请坐，这位女大十八变啊，好。时候诸葛亮，时候诸葛，烦死了！闭嘴！开始。女大十八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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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大十八变。来，漂亮！女大十八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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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大十八变。哇！八变！哇！快快！到你啊！讲得不好，不要混娱乐圈。好喷吧！好喷吧！女大十八变，女大十八。如果我们两个都过了，你不过，你就别想在娱乐圈混了。Oh no！ 讲得不好，不要混娱乐圈。不要惹我！黄玲，女大十八变，女大。十八变，女大十八变，女大十八变，女。你就说就好了。女大十八变。我已经忘了第几遍了。好，来来来，预备。女大十八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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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大十八变。漂亮。漂亮。女大十八变，女大十八变，女大十八变。没有注意，没有注意，没有注意，没有注意。
我告诉你，我讲话本来就大声，有问题吗？你们想纠正我吗？这是我讲话的风格，不可以吗？啊！时间在一分一分的过，再计时好了。来，女大十八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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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女大十八变，女大十八变，漂亮。十八变，女大十八变，女大十八变，漂亮。女大十八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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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大十八变。肯定比两分三十秒还要少，一分三十八秒。可不可以不要封杀我吗？可不可以不要封杀我吗？不会啊！我告诉你，你可以在娱乐圈再混两年。为什么是两年？两年后再看你的表现啊！哎呀，哎，请站远一点好不好？成功的队伍不要跟失败的队伍站太靠近。这次六个字，三寸不烂之舌。虎虎，我们这轮求稳，不要求快，好不好？好，都是一遍过，好不好 ？OK， 有经验了，要求稳，这是对的。好，来 ，Ready Go。三寸不烂之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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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寸不烂之舌。三寸不烂之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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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三寸不烂之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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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寸不烂之舌。其他的字太含糊了，不要混。他们两个人还可以，你有透气之前。对，怪怪的。三是，三寸不烂之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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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三寸不烂之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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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寸不烂之舌。三寸不烂之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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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寸不烂之舌。他不做这个动作，没有办法。你是被电击了吗？厉害，厉害。他不是要那个过电的动作，他就不行。三寸不烂之舌，一分二十秒，哎，进步很多。来，那到你们了。好了，还是老位置嘛。你刚刚赢得在娱乐圈可以混一点的时间哈。我会好好珍惜的。放心，没问题。这是我们两个人过，你没过的话，我们两个人过，你没过的话。电视台别混了，电视台别混了。这个太狠了。我没有信心，你有没有？我有啊，有信心哎。你有信心啊？有。你有信心，你先来。哎，干嘛？你有信心，你先来。一而再，再而三啊。一而再，再而三。为什么我们能这么难？抗议。哎，哪里有难这么简单？一而再，再而三。哇，好啊，好啊，好啊！他们有两个再。来来来，预备，开始。一而再，再而三，一二再，再再再再一而再。一遍。你思考一下，宝贝。再来一次的话，电视台别混了，电视台别混了。一二三，再二三，一二三，再二三，一二再再二三，一二三再。
去。来，要不混体操？46秒了，已经。一二三，再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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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再。一二三三，二三，一二三三二三三二三，我去了。哦，队长。一二再再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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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再二三。我天哪！哎呦，漂亮。二再再二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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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再再二三。我突然发现，本来是展示主持人功力的，最后歌手很厉害，两个主持人一天到晚犯错。多少时间？1分31秒。他们是多少？他们是多少？他们1分26秒，那我们赢了吗？对，是，你们最主要就输在他是他。各位朋友，我们为美吉离开电视台而鼓掌。没事，再重新一听。不，这个我必须要讲一句，这一期节目你还是要录完的。这么复杂的游戏，他们怎么能跟我们比呢？对呀，我随便弄一个简单的，你们都比不过我们。哪个？你说。我跟你们玩一个乒乓球。啊？怎么玩？就一人讲一个字。乒乓球，乒乓球。谁没有在节奏里面，把这个字说出来就输了。先生演示一下。我来找你。好，我来找你。一二三，乒球球。哎，输了。来，球让开。我来。乒乓球，乒乓球，乒乓球，去乒！哎，输了，输了，来，等一下，什么球？乒乓球啊，有没有打过？打过。有没有打过乓乒球？乓乒球，乒乓球打过吗？好，开始乒乓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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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简单，连乒乓球都过不了关，玩什么啊？我们这里这个。这讲话速度最快的应该是林海大哥。我告诉你，像你这种啊，不用我出马。王林来。啊，乒乓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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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已经发现，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啊，几贤大哥让我们见到了非常可爱、非常活泼的一面。那接下来呢，有一位神秘嘉宾，哦，是你的好朋友。哎，这范围很广，你可以先问他，比如说他有没有来你家吃过饭，缩小一下范围嘛。对对对，来看啊。哎，请问这位朋友，我跟你熟吗？这算什么问题啊？啊，你朋友啊？啊。是你的朋友哦，我的朋友啊，对，非常熟。哎呦，非常熟，还变音，刚谁？我以为在上那个节目了，对啊，知道吗？还变音啊，非常熟。请问你是男人还是女人？这可以先要确认一下，对。我是女生。哎呦，女生啊，太好了。我最近有跟你见面吗？最近有啊。在一个北京的演唱会上面，我是坐在下面的。这范围缩小了，这范围缩小了。可是那天来了很多同行，那你先把男的先剔除出去。男的剔出去了，请问你是常石磊吗？喂，不要再装了，李慧珍，你给我出来。这是我的好妹妹。大家好，
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今天非常不容易哈，慧珍为了这个齐贤大哥的这个专辑，特意的从海南飞过来。对，哎呀，这不容易啊。对啊，是，好吧。对对对 对，机票算我的啊。哎呀，我们俩也算非常好的朋友，对不对？当然。我知道他的人生走过一些很不容易的历程。应该。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我们一直追逐在名与利。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时候会得到，但是常常会失去。我们常常在得到与失去之间徘徊。那工作的起起落落，真的，眼看你起高楼，眼看你宴宾客，眼看你楼塌了，没错，都常常发生。瞬间的事情。瞬间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人生是无常的。那么我就鼓励他，我们成为好朋友。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生活圈。那么从那时候开始呢？那慧珍就常常成为我家里面的客人朋友，他跟我的爱人，我的妻子都变成好朋友，跟我的朋友也成为朋友，所以我们是一个很好的生活圈。明白。我本身的生活圈子是非常非常的小，我的圈子就是啊，可以走动的朋友真的五个手指都没有。然后乌哥在我心目当中是亦师亦友，然后再加上我的父亲去世也很早，虽然大家看到的都是我特别坚强的那一面，但说真心话，我也有我特别脆弱、特别脆弱的时候。但是我从来没有在除了乌哥之外任何朋友面前去就是大声的痛哭过，那种就是失态过。我真的只有在他面前我可以不用有任何的掩饰。然后我记得我临走的时候，乌哥抱着我说，傻姑娘，以后再有难的事情你记住有我在。我走遍天涯海角过他，遇见他，快让他给我一个回答，别让我惦念着他。我走遍天涯海角找不到他，谁听说过他，知道他，好让他的心不再害怕，告诉他我在等他。 Thank you。就像齐贤大哥讲的一样，老天爷就是这样，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是啊，有一些磨砺以后，他的歌声会更加的有感人的地方。是的，对，就像三个字形容嘛，火凤凰嘛，对，浴火重生，浴火重生，浴火重生，而且现在有了可爱的宝宝，上天给的最好的礼物，对不对？对，没错。接下来。我跟慧珍要为大家唱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我心里面想对她所说的一句话，你最珍贵。
好，今天呢，我们的主角是启贤大哥。有人讲啊，你除了歌手身份之外，你其实在电视上给别人别的一个印象是你其实讲话蛮尖刻、蛮不留情的。就是当你坐在评委席上的时候，有吗？有，我有当过评委吗？嗯，唱功是不错，但是我觉得唱歌的态度还是要调整，有点浮夸。哦，那个人不是你哦。你其实我自己觉得做评委是件很难的事情，真的太难了。要点评两种人物，一艺人是，那么艺人来参加比赛，其实它就是一场秀，就是大家开心就好。但是如果是素人来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真的会比较严谨，会严谨。因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抱着一个梦想，踏上这个舞台。那有些是真的有那个资格，有那个可能，他将来成为歌手的。但是大部分啊，都是一场误会。对。那我们在台上当评委，我们其实要忍着这个心，要说实话，要告诉他真相是什么。这个过程是有点残忍，可是如果我不说这句话的话，他可能会浪费更多的时间在一条不适合的道路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今天要不要试试看啊？直接让我们看一下你在现场怎么样的，在保护人的情况下点醒梦中人。哎呦。是他们要唱吗？他们要唱我就不客气了。啊，没有，台上的有人要唱。台上要唱，哎，我们刚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感情一下子就要破裂了吗？又毁了。我想推荐一下美琪。美琪唱歌有问题吗？美琪，你就很真诚的唱你自己的心情。你就把这里当成 KTV。你甚至可以觉得你就是王菲啊。对，我就是王菲。你要有这种心态，我就是那个 superstar。 嗯，我必须要讲一下，在舞台上那么多次，今天是你唱的最好的一次。真的吗？既然是你们说是最好的一次，我们就用好来形容嘛。啊，他唱的好可爱，哎，他让我们好开心。这个好像不是表扬的话。而且这首歌听起来一点都。好走音哦。我现在要你点评一个你第一次见你跟他没有任何交情的，我要看看你怎么讲话。哦，好，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湖游美丽女生王灿，来，有请，有请王灿。我们的搜狐的移动社交平台湖游哈，来，欢迎王灿。哇，欢迎，好可爱，卡哇伊哈。大家好，我是来自搜狐美丽女生的王灿，一个大型社交的平台叫做狐友，然后里面有特别多超级可爱的小姐姐们，都才艺兼备，所以呢，今天我可以代表他们来这里，我真的是，真的超兴奋的。哦，哎呀，明白了。好了，王灿，现在到你了，好吧，做表演，来看一下啊，来，三二一，请开始你的表演。眼睛看看面前真的白变小甜美，从小弹琴让我的气质很酷。
身上有很多新生代的特征啊。那先问一下，这首歌是谁写的？这首歌的词是我写的，然后这首曲的话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音乐人他写的。哦 ，OK， 好，原创的歌。我刚才完全听不出。我以为这是一首已经是流行的歌曲哦，谢谢老师，因为听起来是很有型的，你知道，而且他的表现，我觉得是真的是也是头头是道，啊，跟你的不一样哈，真的很有 style， 很有 style， 很不错哈，很不错，还是有相当有潜力，当然，好，王灿请加油哈，谢谢老师，加油。那当然了，这个话讲到那么多，我们看了那么多这个启贤大哥做评委的这个风采哈，如果让你回复到被别人点评的状态，你还愿意吗？有人愿意点评我吗？现在我有被你点评过的都想点评你。你是说现场这风水轮流转？我只能说一句话，各位手下留情。好，来各位哈，来我们来欢迎下一位选手巫启贤。那年的世界杯，我们还看着电视，为了足球明星共同欢呼。东东和 Rocky 在门前互相追逐。没有人夜里独处，友情对我来说是另一种财富，在心灵上不再孤独。多少次我们夜里漫步，谈谈人生与前途，多少次地酒后真情流露，而今我只能抱着吉他，望着天空里星星无数，唱着你们写下的爱情故事，唱着你们写下的爱情故事。是啊啊啊啊嗯，好听，真的好听，好，帮你了，可以了，有机会就还了。我要评价吗？可以啊，对啊。这位选手，对了，关于你的这个选的这首歌呢，我不想评价。关于你的这个唱功啊，我也不太想评价。啊，这个选手，你有梦想吗？啊，我有梦想。啊，就是说实话点，就是你有故事吗？你有故事吗？给我们讲一讲。你有故事？我家里很穷。请下一个，请下一个来，进，你来一个不太一样的，好不好？哎呀，老师，我觉得啊，这位选手您还年轻，就不要染白头发。谢谢老师。我知道你真正的梦想来到这个舞台是什么。就是要和我合唱一首歌是吗？哎呦，老师怎么知道？哎呦，老师有读心术。老师不是有读心术啊，老师有毒啊。这样给彼此一个机会。太好，老师，我其实并不想进入歌坛哦，但是我来参加歌唱比赛的最主要原因是就想看到你。哦，我今天来点评也是想要看到你。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啊，就是能够跟你唱一首歌。好的，太好了，那我们来唱吧。我们来唱。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当你老了，走不动了。
友这位选手，我宣布你直接拿冠军。感谢老师，感谢老师，有黑幕。我们接下来准备了一个环节，我们要考一考启贤大哥的观察力，好不好？来，进入到我们的谁是演技王。刚刚我们说了，我们要来考验一下这个启贤哥的观察力到底怎么样。哎，你看到这边有一个屏幕啊，哎呀，现在请你们五位到后面去。哦，好，你们在后面听好了哈，待会儿你们可以把你们各自的脑袋露出来，或者露自己的手，或者露你搭档的手，你可以让他们做动作啊，或者那边有吃的东西可以让他们来吃啊。我们现在要叫启贤大哥判断哪只手是自己的手，哪只手是他用的是别人的手。哦，那很简单啊。不简单，不简单，不简单。哎呦，因为我知道我的这些搭档，他们现在正在后面都在商量。请准备开始。在哪里啊？来，请露脸。怎么那么难呢？这只手肯定不是他的，隔这么远。那个手出来的人脸呢？ OK， 好，明白。他的手已经穿到隔壁的那个窟窿里面去了，这个一看就是假的。启贤哥，你可以让他们做任何的动作，你需要他们做的你可以判断一下。好，请用你的右手擦擦你的左眼。没有让你用左手啊，右手，右手。好，请用你的左手比一个 peace， 比一个 peace， 左手比一个 peace， peace peace 啦。好，我知道了，好，我知道了啊。好，来，你来讲。哎，我知道了啊，你说，黄龄的。左手肯定不是他的，黄龄的右手是他的，右手是你的，右手是你的，左手你都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哦，厉害，好，对，没错。那虎虎呢？虎虎两只手都是他自己的，哦，哎，哦，厉害，阿树，哎，不能那么近啊，你只能在我这个地方。好，阿树两只手都不是他的。其实啊，太好猜了，因为东东你的手真的太肥了，真的，他的这个手就是远远一看就是，因为他的手跟他的脸就不成比例。对，这个东东那个手是个 bug。虎虎这两只手是你自己的？虎虎两只手是自己的，没错。哎，是自己的，好，哎，厉害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的两只手在摆动的时候，他身体也跟着动，这是因为连在一起的关系。哦，哎，哦，黄龄的，请把你的手这样子放。嗯，好，两只手都是自己的。两只手都是自己的。黄龄，两只手都是你的吗？不是，两只手都不是你的。诶，都不是啊。两只手是美琪的。对呀。哦，这个真的做得厉害哦！啊，哎呀，因为他完全听到我刚才说的那个手动，身体跟着动，所以他马上就做这个动作。这一对搭档真的做得很非常的厉害，太好了。那我们现在游戏要升级一下，好不好？因为东东呢真的是个 bug， 东东请你出来。你的手因为太肥了，那个洞太小，我手都伸不出来。这位帅哥，请你到后面去，我喜欢你的手。这个女生你可以上去，再找一个男生的话，这个手也比较大众化。好，
现在各自跟你们的搭档去商量，我们难度加深啊，靠你了。好，来，三二一，开始。其实美琪挺不容易的，因为她不够高。现在请伸出你们的手。哦，我们来玩一个狠一点。哎，怎么狠一点？请用你的左手打你的左脸。太狠了吧，你这个。请用你的左手反复打你的左脸。美琪，我说的是打。我觉得都是假的。我们这里有道具，我们挑一个人好了，你怀疑谁？怀疑谁啊？对，你现在怀疑谁，就把他交到手里，让他自己喂自己就好了。哎，对不对？嘿，你怀疑谁？我当然怀疑美琪啦。怀疑美琪，对不对？对啊。好，对不起，你不是左撇子，对不起，我搞错了。好的，他这个筷子的拿法有点奇怪。哎，好好的。哎，喂喂，你饿了？他真的饿了。美琪，夹起面条，送到嘴里。哎，哎呦，这个。这个只有自己的手才做得到吧？不见得，因为这个啊，右手一夹，他的头靠过去就试得到了。好，那这样好了，美琪，你的头不要靠过去，来。哎，没有靠过去啊，太厉害了。好，来，你把筷子拿掉。好，我要他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要他的命了，要他的命了。请你用你的右手马上点出你的左边的鼻孔在哪里。哎呦，这个还真的好难猜嘞。我判断他的右手是别人的。好，美琪，启贤大哥有没有判断准确？你的意思是说右手是你的吗？两个都不是。哦，而且我们是三个人在合作，左手是黄玲姐的，然后右手是另外一个女孩子的。哇，三个人呢？哦，那个很厉害，要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一下，厉害。接下来两组男生，这样子好不好？请这个阿树。把两只手都摊开，摊开，好，右手拿筷子，左手不准动，右手马上要戳中，用筷子戳中你的左手，来，我说三就要中哦，一二三，把筷子交给左手，右手是自己的，左手是别人的。树哥，启贤哥判断对了吗？启贤哥，你真是火眼金睛，厉害吧？一个也没对，一个也没对。我判断他的右手是别人的，两个都不是。右手是自己的，左手是别人的，一个也没对。见鬼了，见鬼了！那请告诉我，这两只手是？都是我的。哇，真会演，我讲真。好，那我告诉各位啊。接下来最有趣了，启贤哥已经两轮错了，对不对？嗯，启贤哥，你还记得我刚才叫了两个男观众上来？对，是。也就是说，在他这里会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两只手都是他自己；第二种可能，有一只手是他自己，一只手是那位男观众；第三种可能，两只手都不是他的，分别属于不同的两位男观众。好，
我直接来猜了，这两只手是一位男观众的，因为从肤色上来看一样，一样，而且这个关节啊的大小啊，两只手都长得很像，很对称。好，我们来试一下，既然道具都已经有了，我们来试一下，请拿好。反正虎虎，你已经看到里面是什么了嘛？为自己吃一颗嘛。头不要低，我说头不要低，我说头不要低。但我跟你讲哦，我们这里最会演的就是虎虎。但是我真的觉得这双手不是他的，是同一个人的。好，那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也就是说我数一二三的时候，后面可以很自如地走出来一个人。没错，对不对？对。好，一二三，哦，厉害！还有一个是不是？你看他两只手都在。好，来，我们再数，如果这两只手是属于虎虎的，我数一二三，还可以再出来一个人。没错，对不对？一二三，没有出来人，恭喜，齐岩大哥最后那个答对了，终于，对不对？是你跟那位男观众的搭档，厉害哦！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有请这位男观众出来，谢谢谢谢，三个中一个也可以了，谢谢谢谢谢谢这个男生，谢谢谢谢谢谢。其实呢，这个对于齐贤哥来讲，我们已经发现了哈，这个做评审一把好手，但是做这种游戏呢，啊，一把好脚。我们接下来就要做齐贤哥他最拿手的一件事情了，什么事啊？啊，唱歌给大家听。哎呦，哎呦，我们有请齐贤哥带来《你是我》。
山东卫视超强音浪，今天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是我们的巫启贤大哥。那每一次呢，我们其实都会有机会让歌迷来到现场和自己喜欢的歌手近距离的互动，今天也不例外。来，我们来掌声欢迎他们，有请。摆 pose， 哇，好厉害！好，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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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三组歌迷啊，你们俩是爷俩是吧？对对对 ，OK， 是的，哎，两位父子同时喜欢一位歌手，一方面证明这位歌手在歌坛屹立不倒的时间够久，常青树；还有一方面也证明的的确确这个父子的喜好啊。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啊！对对对，爸爸当年第一次听到启贤大哥的歌是什么歌？就是他那首《思念谁》，那个时候我还特别记得，我当时还在部队，嗯，还是一名战士，那时候就听到远离家乡，听到这首歌会特别的勾起思念之情，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要来问我身边的这一位女士了哈。请问您贵姓？大家好，我叫刘新丽，我来自山东烟台，我是一名大货车司机。哦，看不出来，您开大货车，这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就是开那种像擎天柱那种大货车。对，哇哟，天哪，很时尚的司机。您开货车的时候听歌的话，启贤大哥的歌应该是听的比较多的歌曲。对，因为有一年那个中秋节，偶然的间我听到了这首《团圆》。特别特别的喜欢，特别好听。然后从那开始，我回家就搜了很多巫启贤老师的歌，一边开车一边听一边唱。那来，我们接下来来介绍这位小妹妹哈，来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沈阳，我叫周游。这个我来介绍了。哎呀，很熟啊，这个很熟了，对不对？太熟了，因为这几年了。不管我在哪里开演唱会，从彩排开始他就坐在台下。彩排可以坐台下？对，可见他已经买通了我身边所有的人。周游喜欢巫启贤多少年？有十五六年了吧。嗯，对，我大概2002年开始的时候喜欢他，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就是特别喜欢他的歌，而且还喜欢他的人，喜欢他的个性就是幽默，然后还很有才华。对，唱歌还好听，太多太多优点了，我已经细数不过来了。我觉得真的很难得了，因为虽然在生活上我们很少有交往的机会，可是因为这十几年了，每次的演唱会他们都在，所以那个心里面的感觉已经不是个粉丝，而是有一点点有那个小亲人的味道了。就是说，哎，看到他们会觉得啊，哎，来了来了就好，就安心了，会有这种心情。给你一个惊喜，有一位歌迷听说我们在录你的节目，也是今天特地飞来，在我们节目开录没多久才刚刚赶到。哎呦，欢迎这一位！哇 ，Hello， 哦，哎呀呀呀，哎呀呀呀，来，请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林，叫林欢欣，是福建福州人，现在在北京。我听您的歌可能是这么多歌迷里时间最长的。是吗？因为我29年前，1988年的11月份，我就听到您的一首歌，就是跟伊能静一起唱的那首《我是猫》。对，那首歌开启了我对您的喜爱，然后就绵绵不绝的直到30年。哎呀，谢谢你了。谢谢。这个是一个很长情的歌迷哈，整整追了前30年的时间。那今天其实在舞台上真的蛮有意思的，可以说是几代歌迷啊，巫启贤的几代歌迷在一起哈，所以我觉得一定要用一首歌来为这个环节画一个很圆满的句号。启贤有一首歌我也很喜欢，叫《团圆》。是，好，我们把这个舞台留给你们，一起来唱这首《团圆》，可以吗？好。一个人孤孤单单走到海角天边，偶尔想从前回味成长的酸和甜，多希望有一天能再轻抚你的脸，再多的辛苦披星戴月。
感谢以下媒体的支持：新浪微博、新浪娱乐、搜狐娱乐、搜狐新闻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腾讯娱乐、中国新闻网、中国网、中华网娱乐、快剪辑、优酷土豆、爱奇艺、乐视视频移动客户端、搜狐视频、腾讯视频、iPhone 弹幕视频网、PPTV 梨视频、美拍一点资讯、扎克新闻客户端、北京时间、影视头条、游戏头条、味饭、欧旺、趣头条、WiFi 万能钥匙、齐鲁网、搜狐输入法、语音输入、打字动口。